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下，任何的言论都会被轻易的放大和解读，所以有时候日常相处的交流中就会被扭曲成很多的版本，好像生活在哈哈镜里一样，这样的滋味其实挺不好受的。所以我其实更希望喜欢我们的人能够快乐上网，不要想太多。虽然我这个人有时候不太爱说话，但是真的很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，你们所有的关心我都。我觉得我们主要还是要展现我们作为中国少年的精神面貌，是需要积极向上的。其实看我们最近的作品也能感受到，在这个时代里，我们想要做让更多人了解甚至喜欢上中国文化，想要成为代表中国娱乐文化并走到世界上去的少年们，这个算是我们更长远的一个目标吧，还在努力中。我们作为一个团体，肯定是要把最好的精神面貌和美好的东西传递给大家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只有通过不懈努力还有坚持自我，才能够达到目标人长久以来的一个文化精神，而我们团七个人也一直是这样做的，不然也不会走到今天。更像是向着青少年的榜样那么的方向去做的。没错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成为那样的一个角色。虽然我们从事的只是娱乐行业，在这个行业里也需要弘扬榜样精神，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，以最好去要求自己，也以最好为目标。时光飞逝，少年们成团即将两年，在两年间发生了许多故事。时代少年团2019 TF 家族新年音乐会到此结束。少年 on fire， 加油！他们在这些经历中一路成长，成为了现在的模样。年度潜力组合，时代少年团，时代少年团，时代少年团。但更多的是，为他们带来了强大的勇气与坚定的心。在两周年到来之际，少年们在准备着一系列相关的内容以回馈观众们的喜爱，时尚 Cosmo 杂志封面拍摄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这也是业内认可少年们成绩的一座礼。那啥呀，亚轩，亚轩今天什么心情？嗯，感觉如何？想揍你的心情。或者是今年一年到头了，你先说一个。我吗？我觉得那个还是挺开心的，对，今年一年收获了很多东西。我也觉得是。这样拍摄好久之前了，什么时候我都忘了。记得那个摄影师还挺好活泼，他感觉没有社恐。Cosmo 杂志是比较有名的，我觉得登上这个杂志的某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努力，还有之前的成就吧。反正就是之后会好好努力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我们，然后这次也会拍得非常帅，帅帅。觉得团最大的变化是七个在一起的时间久了，磨合的也更好了，然后更有默契了。觉得大家更默契了很多，效率很快的能完成一件事情。我们其实在成团之前大家就认识了很久了，已经从默契这个程度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，就是心灵相通的这种。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录 ID 的效率很快，因为大家都磨合得很熟了。对对，默契度也增加了，大家的接触时间也变少了，就是相处的时间可能比起一年前的两年前少了很多。我从学校回来之后再见到大家都是一种特别激动的状态。个人的事慢慢多起来了，要忙学校的，然后要忙我们考大学的事儿，所以大家自己的时间变多了，然后也会
线上聊天会变得比较多一些。团两年的变化我觉得是有目共睹的，大家更加的成熟，更加明确自己和团未来的目标和一个走向，然后集体的凝聚力更大了，然后发挥的力量也就更强了。说一段话吗？我们要时代少年，不说了，干就完了，不是？加油！三二一，我上，我下，我上，三二一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就加油！蹦蹦蹦！好好，唱三 TNT TNT 蹦蹦蹦。怎么不对呢？乙同学选了物理，那么乙同学要选技术的概率不就是六分之一吗？因为他要从六科里面挑一科，挑一科出来啊。但是他要一共要选两科。对，他是六科里面挑两科，里面包含技术。可以啊 ，C 五一就是不是 C 五一？三分之一，十五分之五。什么？十五分之五吗？这对对吧？十五分之五。三分之一不就三分之一吗？所以为什么没做对呢？我就是想着跟你藏在一块睡了嘛，六分之一嘛，对吧？谁以为他错了嘛？所以以后啊，要习惯性用这种思路去解决。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好的，老师。总概率数除分之。怎么该简单的地方不简单？这种看起来就不简单的地方，你给我来个这么简单的。好的，老师，我悟了，明天我就考140、150。四 D 有问题吗？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桥28.9米，七个和尚西门庆，七个老婆七口气，七个木鱼七盏灯，七个金铃28两，风儿一刮响花灯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桥3.9米，三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老婆九口气，九根木鱼九盏灯。准备。怎么要读这么快呀、啊？何必呢，各位。快准备！我就看你越背越快。怎么还玩花活呢？哎 ，sorry。我怎么记得是十个呢？真是啊，真的是五个。这嘴长的。播音辨语技能。老师，他偷懒啊！他把这个话举到这里，那就可以休息了。变成仨呗，再来五个呗，没事，你们下次消他就完。啊，他怎么说的？他刚就把话题在这里，就这样。啊，就没有？没有，我手顶到这里了。要换位置。对啊。我做的是单手。快，准备啊，开始了。感受他的气场，借用他的愤怒，叠加到他的身上。你叠加到，借用他的愤怒，叠加到他的身上。好，从你开始啊。状态还不错，开始。叶浩翔，我建议你的状态不要，你这个都是故作情绪，你要真的看到他，这个愤怒是从内心里面没有到一点一点积攒到，然后现在开始喊出来，喊完了以后，我等着，然后再气他的时候，来啊，气他稳住啊，开始。何俊霖。戏断了，情还在。你怎么那么复杂呀？你看我那个表情，你特别身材特别魁梧的一个，然后特别，然后你赶快说。不要他帮你说了，情还在，情的时候他都不住了。情还在，还给了一个我军力，然后弄完以后。
找着机会向你表白了。我在想那个，他都掐自己人中了。我也真的。我来来，好到你了。来，你别在我面前。来来来，听我说。OK， 来了。宋亚轩，还行。新歌的学习也在同步进行中，少年们的生活被工作与学习充实着。对，可以的。OK 的，小马。带着油的、软的、温的、真的、掉心底。看真情了，我身个情感不爱。我们都在这儿大家打坐吧。我已经偷看他想什么那个发音，我已经偷看他半年了。这都没用，不是偷看没用，得偷偷看没用，你也这样。不是，我得搞一个那个，那把他里面的那个弄出来的那个写成。小伙很厉害呀、啊！走，招募，走，再来，走。驱散阴霾，深深不灭。深深不灭。莫名其妙，因为突然加了动作。哇哦，好陷阱呀、啊！来，深深不灭，看我照自己的来。在伤过的伤，从我的痛再来。爱爱那个、哇哦，棒棒哦！就一卷再来，再来。将老师的网，绝不屈服，安排一如阳光驱散阴霾。好，一如对了，一如去。走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死亡。OK， 嗯，可以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臣服安排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臣服安排。你现在绝不一拍一个。绝不，绝不臣服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臣服安排。Yeah， OK， 来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，绝不。开玩笑，开玩笑 ，Go。向傲世的王，绝不臣服安排，一如阳光驱散阴霾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但还不够自然。像傲世的王，你想要哪个？你唱习惯了哪个？那个弱，那么我后面再用用干的。后面是应该是轩的。有轩吗？哎呀，对哦，轩哥肯定是全混的。轩哥，人家谢谢你。昨天咱说要是强混，像傲世的王，看一下轩强混。他排强混没问题，来。上聊天，像我的强混就是吓死他，强混，告诉他，像儿时的我，绝不臣服安排，如阳光驱散阴霾。我燃烧着多希望，任它孵化成翅膀，就让泪眼弄脏，如何破晓，天空也照片照，只是时间没有到，要你听不到印象，就像你只是交错的梦境。手指就会飞过，原来有个落下的时候，手指就会飞过，好轻松啊，感觉。没有没有，还是挺累的。是你累了，累并快乐。
像好强。学一点啊。这其实给马哥 solo 足矣，我也觉得，就在高音的时候，这个特别。那这应该把它丢起来，他唱的一句，可以。这个，那个跳现场吗？现场绝对炸了，绝对炸。这个还挺带劲。不，这里有点累。不说了，这段副歌跳完，老师走了。这是莲花吗？这不是朱雀的开头吗？嗯，这是莲花，这个是莲花，这个是莲花，这个是朱雀。什么东西啊？喂，这样吧，这是莲花呀、啊。这也是。刚刚这是莲时间先撸，可以去跟王那边说，然后小弟呢？
是不是也看不到啊？这能看到，这能，另外能看到你们伸手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吧，再举。然后直接从我们讲麦子。那这个九尾的又回来的舞台是紧张多一点，兴奋多一点？兴奋多一点，兴奋多一点，兴奋，包括紧张，兴奋。哎，有观众吗？有啊，是邀请吗？邀请的嘉宾吧，在下面坐。加个油吧，朋友们，来吧，来加个油，往上，三二一，加油！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要准备开始了。色的麦克像幅画，我只是素想在这困惑。有请非遗幻西夜主持人蓝宇郭晓东。现在是九点半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现在是晚上一点，凌晨一点半。啊？开玩笑，收工了。现在是凌晨六点半，八点过，八点过。今天录了一遍，顺利的，顺利的，大家完成的很不错。
很熟悉的感觉，很熟悉的感觉，就是感觉挺激动的。没错，然后跳完下台跟跳上完舞蹈课一样。嗯，是是。OK，哦，来吧，进个场吧，耶！由于丁程鑫课业繁重，需要结束学校的课程与考试，才能到达现场与成员们会合。现场，对，还是非常熟悉的，非常熟悉的这个雷锋的。对，是。然后这次唱两首。对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没错。那哪吒这次是因为那个舞吗？舞我们都没有，我们舞没有呀，没练。那边就是我们的歌，亮点难道不是荷花首唱吗？对啊，而且还是未上弦音源的首唱。对呀、啊，是的，先唱再上音源哎。不过主要是丁哥现在还在北京，对，丁哥还在学校、啊，估计今天晚上到上海，然后明天的话就再一起走一根台就行。金景明，金弟，然后就直接直播了，顺顺利利的就把这个词给演好。嗯。补品吗？花生干。
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奖项，这是对他们作品的肯定。虽然遗憾的是，丁程鑫与张真源因为学业没能到现场，但七个人的心依然在一起，这是属于他们共同的荣耀。啊！道具老师上来开球了。来，丁健老师有个那个麦没吹了，21号没电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唱。21号麦没电了，马上上来换个电。来，唱完。然后我们把那个道具撤了，然后我们丁健老师准备的是小鬼的乐队的部分。来，其实两位我们准备小鬼的乐队。别动，丁健哥哥。然后你再一个，别动，丁可以。然后你再。可以，完全 OK。对 ，OK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各位老师们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师们，加油加油！感谢浩哥老师连续两年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希望我们还有第三年。必须老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大家回去休息吧。好，行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的哪吒很好听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但是我更喜欢。因为我喜欢那个风格，哪吒跟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。对对，我们就是在尝试不一样的风格，但都挺有意思的。反正年轻嘛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好呀，好，辛苦了，去吧。还有什么比连续换两套衣服更尴尬的事？你说呢，雅轩？你说。加油啊，兄弟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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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不好笑了。三点半，方队笑什么？为什么笑呢？就很可爱。哎，加油加油！真给我吓到了，说实话。太吓人了。我真麻了，我看到人，我就看到坏小哥，结果坏小哥，你怎么没看见？还是四面台词？我不就好想哭。那你干啥？别哥，哎，看来不行。平时不想卖萌，现在就突然就是说。年轻人的成长力，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始终散发着积极向上、迎难而上的精神力量。正处于五项之年的他们，在2020年发表了歌曲《要你管》，表达了年轻人自我的主见跟主张，并且摆脱噪音，广受年轻歌迷的喜爱啊！这首歌曲也获得了本届的十大金曲的肯定，祝贺时代少年团！321，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就在这儿吧，就在这儿吧。好，你在这儿看一眼就行了。突然觉得我们真的好，在这个场馆好随意啊，什么停就停，我在这看一眼吧。对呀、啊。展览柜上面又多了两个了啊！哎，这是什么奖？一样的哇？应该不是，应该是另外一个吧？哇，一样的吗？哦、什么什么？哇，太爽了吧！十大金曲！哇，要拍照，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我们要拍个照。丁哥，张哥，我们先拍个男的吧。好，我们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。
部长，部长说把林哥唱歌的视频也放在这儿。洗澡了是吧？哦，这个我真的假的？丁哥、张哥，这有位置的。在这儿有个丁哥是吧？对，丁哥、张哥，哎，张哥在这儿，你都行。三二一。OK， 下一道。OK。白日。版本组合出了一二。完了，我预约了。啊。马哥在的，马哥，晚上吃啥呀？马哥，饿死了。希望去吃。我们都没吃晚饭吧？马队没吃呢。嗯，马队，晚上吃啥呀？晚上吃啥？吃啥？吃啥呀？那个司机不是说黄浦江吃啥呀？黄浦江面有啥呀？黄浦江的风好吃啊。好吃啊。走呗。西北风。喝西北风。那我们去黄浦江边的，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。可以啊。走吧。马哥，哦，马哥，悄悄告诉。啊。他请客哦，马哥请客，好有钱呐、啊！完了完了！哎呀，我就说了让你不要再破费了。哎呀，马哥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快走司机，快走司机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成员们结束颁奖典礼，开始在上海寻觅大餐，一组十个。韩江，我是第一个。帅哥都是马哥，我们来给他们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好。来看，告诉我们在哪里？我以为什么好事 ？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们在黄浦江，黄浦江跨年的地方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我们之前曾经去的地方，现在还能去找到我们那个红包吗？可以，只要你愿意的话。它有一个印记，对，它曾经存在的印记。怎么样？往前走一走，看一看呗。走吧，走吧。丁哥来了，丁哥，丁哥。丁哥好帅呀、啊！丁哥好帅呀、啊！丁哥，哎呀，太暗了。你在江边吗？对。对。你没事吧？没摔到吗？我还好。张哥，就撞了一下，小问题。没摔着呀。张哥来了。Hello。张哥在你的学府。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，小问题。我们这会儿在去年。在去年跨年的地方，对，跨年看一下能不能转摄像头、啊，藏东西的地方，直接 Q 你们了，在台上，要我 Q 的，对，太想你们了，真的吗？哎，今天喝水咋样啊？我还好，没什么问题。看你，小刘把我拉住了，还好。OK， 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呢，吃了吃了。我们也没吃、啊，我也没吃。咱就是说，丁哥和张哥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吃啊。或者人到不了那个，新东西这什么？这个就是比心，没错，给你比个心，然后再搓一搓。啥？我们明天过年就回来了。是的。对。明天没人回来。明天去重庆，我明天回来，我明天搞完了我就回来了。你俩一会儿干嘛呀？张哥一到镜头里面就显得很。明天去龙岛吃点。张哥的动作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。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我给你录屏了呀！你再这样，啊，受不了了！快快摆个最好看的 pose， 兄弟们，要展示视频了。展示你了，张哥。我要去吃饭了，好饿呀！去吃饭了啊！对，一会儿再给你们。拜拜拜拜！拜拜。哇！你着急了走吗？走吧，这个晃一晃。哇，我们好有气势啊！哎，我们今年先去那个特别棒。我们还去那边别人那个。拳击馆里边那边放了。哎，我们记得我们在那拍了照的呀。是的，那个什么地方，看那个人巨丑，我看我们。啊？忘了吗？啥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，就是那个眼镜子拍出来我们巨丑。哈哈。那个哈哈镜啊。黑的。嗯。
我去年穿的好像是那会儿特别冷，对，那会儿小陈小陈的衣服那会儿真的呀，找完了吗？12月底1月1号，我记得我们还在这上面跑步吗？不是，阿明，对呀，啊，有回音啊啊，我啊。大海呀、啊！你不饿吗？你不饿吗？饿了。学会了。这样的是我们要加个油。对，加油！第一名加油！加油！然后加油！加油！我们两个的话，加油！他们上次两个人一起到，好，齐了再立。对，3、2、1，加油！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那你们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慢跑第一，慢跑第一，慢跑第一。不，我们只能走路，只能走路。我们争做最后一名，我们只能走路，只能走路。就是选歌的时候，然后马哥突然说想唱涂老师的歌，然后就选了一首这样的歌。很有仪式感的两周年的事情，你会选择做什么呢？一场直播，马上就要搞直播，这个挺有仪式感的。这一年过得挺快的，因为感觉没有都没做什么。成员们在两周年直播这天，向儿这一次的直播具有了除了成，我觉得我们团代表着中国的一种青春团的一股力量。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自觉的时代，然后人人互相相信的。因为我就是看到楼下的便利店嘛，它那个是全自动的，然后自助收银，自己按了然后自己扫，肯定是自己扫。这就可以证明，就是对我们国家就越来越安全了，人人彼此信任的程度也是高的，自觉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高了。上好，好久不见。现在呢是2021年11月22日晚上11:23，非常准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时代少年团出道两周年的纪念日，一起来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。真的很大声啊，这个麦真的很猛。不停和自己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在我手里。少年团有一份很特别的祝福和纪念啊。上面有七个小人，就是七个在不断进步和成长的少年。3、2、1，第二个吧，第二个是许愿，来，3、2、1，我们先许愿。结束了直播与物料拍摄后，丁程鑫与张真源还需前往录音室进行歌曲的录制，录制结束又将立刻返回学校，忙碌的行程只为了全团能够相聚，与歌迷们度过难忘的两周年纪念日。就是希望我会留下一些作品，然后影响其他人。今日主要是快二周年了，然后我们就机会，今年这一年怎么样？还行吧，说吧，你先说吗？你先说呗，你肯定要先发言吧。你先发言吧。
觉得其实今年这一年我还是做了挺大的突破和进步的吧，作品风格尝试上还是上的舞，虽然可能有很多就是我们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，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有在慢慢的变得更好，我觉得只要这样我觉得挺好。然后对于好的事情呢，我们也要感谢这两年大家一直对我们的支持，对，然后我们也之后会在下一年下一年之后的未来，然后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为大家，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理解吧，对我们这么多年的理解和包容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兄弟们，我买了个洗衣机，十一天了还没动过。可以，对，他就那边显示已送达，然后过没有，啊，有点离谱了。没有啊，你们看到北京的天了吗？对，这前夜还要早上六点过的时候，六点半的时候，六点半了，六点半行程看。我们上表演课，看到一个人翻车了，然后老师就让我们观察生活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观察那个。关键是我刚刚吼完我那句话，对，突然就砰的一声，那人没事完了，人没事就是厕所塌了。他说，三年二班的什么？你怎么大声的？为啥他今天说我什么？对呀，因为我那边稿子就是这样的。他在练稿子，他有人工分析。你现在表演课非常的那个正规的啊，花了两个，不如我。没有喜剧成分。你们上次在里面干嘛呀？啊，这个，特别好吃。没了，吃辣了。哈哈哈哈哈，那不太行吧？真的好吃，要不阿姨做的，还真的可以。可以。阿姨选材料，不是这个瓶子，我们向大家推荐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啊，刘耀文妈妈亲自做的这个下饭的，它里面应该有那些东西，反正还挺好吃的。它主要的配料应该有酸菜。肯定没有我妈妈做的好，剁椒啊，那还是我妈妈做的好。你觉得是牛排？知道，你知道我唯一一次，哎呀，牛排的话，怕是还是要苦练几年的好。牛排确实有点小咸哈。牛排，觉得我无法，这辈子无法再挑战我妈厨艺的时候，是我包鸡吗？哎，是那个叫什么？反正就是我做的。啊，如果他妈叫花鸡，叫花鸡。我跟妈妈做的是你给我说完。是我有一次做四个菜，然后我特别高兴，我跟我妈说，然后我见我妈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她用了不到半个小时把四个菜做好。对啊，发现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等你，就是你自己开始做饭的时候，你就对啊，咋弄呀？就是，就感觉他的那个四个灶不是开着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，啊，你家有四个灶吗？非常多。对啊，就是这样的，烤箱四个灶。那居然说的，我觉得不是一个四个灶，我觉得还是我妈妈用的八个。是不行。对，分上天是什么？哎呀，我那个用的那个航天石的那个。哎，我家天然气没有，我拿点金矿替代一下。还来一个白一点。第一次参加团体的时尚活动，这次的团体时尚活动是对他们两年来努力工作的认可，非常具有纪念意义。还是什么？是我不太。孙老师，你知道这儿房价多少吗？什么？这儿房价？十几万。就这个楼。多少钱？你猜。四十万。三十万。比北京还贵。比我的头发还贵。这一头发买一平方米，假如一根头发两块钱的话，还有一平方米还买不了呢。带了一个那个冷帽，这个穿的好像擦了，不是。好，现在搜狐时尚的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真的是越来越难说话。
你感觉我的体没事？你感觉我们班在体育老师有毛病？是的，两周我最近比较闲，他只说回去上课。才两周没有压了，压都给你压了一点儿了。张哥，你这调又有什么？我都拆开了，你先吃完了。行了，啥叫吃完了给我？吃一点，先吃。那我上次跟你说照吧，我这边现在去了就别跟我说，我都想去。咱们价又行。可没看到吧？怕晒到大家呀？还有婴儿肥的照片。站到就站在你那儿。3、2、1。每次结束一场团体表演，都有种莫名的感受，又高兴又想哭。高兴是原来我们走到这里，想哭是原来我们也可以走到这里。来的不仅是我，还有我们，心态都成熟了很多。看到那么多观众支持我们，想要做好的想法就更深刻了。我是高兴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在一点一点的实现目标，这少不了观众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。未来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，我们也会配得上这份喜爱。拥有舞台这件事，无论那个台子是大的还是小的，我都会很开心。每次舞台结束后，我也总是会反思，去思考还可以如何进步，因为观众给我们的支持太多了，我害怕他们会失望。这样的支持经常让我反思到底能不能配得上，但是我们一定会努力让你们骄傲的。打算补上两周年的心愿，也是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祈愿在下一个周年一切都会更好。你不开心吗？刚上班开心啊。也已经要到了今年年底，对，但是给今年收个尾，给明年开个招。这个东西呢是要明年打开嘛，对吧？没错，那就写一下对明年的这个期望，哇，或者是写一些今年的这些感受啊，总结。哇，专在这里面吗？对自己的一个自我评价吧。那好的。宋亚轩一直会是宋亚轩，它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意义很长远。保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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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把这个上线了，我停了，可以安回去。没行，可以的，肯定会的。肯定可以实现的。会的，会的。好，我这口仙气一吹，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，回家过年了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交给最小的小朋友，好吧？哪个是你啊？到时候我就挂树上呗。明天好好想一下。好的，加油！一样往前冲吧。感谢守护吧，守护住了我这颗心。有些时候有想过这么难，怎么这么弱，大家一直围在我身边，黑暗的时候给我带来光明，冷的时候给我带来暖。想对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们说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，一直到3周年、4周年、5周年，一直到100周年。我觉得真的挺好的。你们，咱们就是说一起冲，咱们就看谁卷得过谁吧。就大家一起航向梦闪耀的彼岸吧。祝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吧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好，每天开开心心的嘻嘻哈哈的就够了。齐恩齐蹦蹦蹦蹦，一起喊加油加油加油。3、2、1。